咱们的微博就是这么神奇，覆盖了电影的各个环节，除了明星、电影、二次元萌宠、观众，还有花式批评我们的电影博主。平时我们都只是在微博上看到他们毫不留情的批评，今天可算逮着活人了。陶姐，陶姐姐是哪一位？陶姐姐在吗？您是陶姐？您是陶姐还是陶姐夫？行，那这有请您说两句。感谢新浪微博电影之夜能给我这个奖，而也是给了很多奖了，你们老给老给就不行啊，你们得给给别人。然后我觉得新浪微博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地方，它能让大家尽情地发布自己的观点。比如说在座很多明星，你们的片子其实我很多都批评过，然后也有很多我也推荐过，但我希望将来咱还是多推荐少批评吧，就是也靠各位努力了。然后最后还是感谢微博电影，然后我是陶姐。多谢多谢。请，请台下就坐。抱歉啊，这个环节好像有点这个卡住了。